唞一唞先啦，我自己，因為我都參加咗好多個婚禮啊，參加人嘅婚禮都覺得好攰啊。如果係自己籌備婚禮我咯，相信會仲攰咯。咁係咯，隨緣啦。我可能唔搞婚禮。因為我眼見佢哋搞婚禮係好多嘢搞，好煩噶。即係由基本上由頭到腳趾尾，或者係賓客 city plan 哇，花咩佈置哇，全部咩好瑣碎嘅事都要自己決定咯。咁係咯，我簡簡單單啦，或者咁當然發夢都想同發哥同埋阿華仔拍，即係拍劇啦。咁但係至於有冇咁嘅機會咧，咁啊真係唔知，因為名額有限啊嘛。佢哋翻嚟即係翻嚟拍都係拍一兩部，即係每人一部咯。咁希望啦，即係希望公司會係咯咁樣做咯。其實咧，因為觀眾冇遺忘到天與地啦，冇遺忘到葉子欣呢個角色啦，我已經好開心，因為基本上呢個劇係舊年年尾播噶啦，即係舊年嘅而家。咁相隔咗一年嘅話咧，我一路都好擔心啲觀眾會唔記得咗啊，或者有太多新嘅好戲睇會 cover 咗佢哋嗰個 memory 咁樣咯。但係最近譬如睇一啲報紙啦，即係都見到都有人支持天與地啦，支持我呢個角色啦。咁其實我已經好多謝你哋，因為我已經覺得好滿足噶啦。其實攞唔攞獎，唔係一件話非常大嘅事咯，因為獎項只係得一個。競爭的對手有很多個，那會不會是即全部人都拿不到那些都很不開心呢？那不會咯，只是會繼續努力咯。哦、OK 因為呢我現在傾緊兩部劇的一路都，有一部呢就本來呢就已經開拍了，但是因為十八大開會這個問題啦，就會延遲了，那它可能是十二月頭，有一部咧就係十二月中，咁如果十二月頭嗰部咧，咁可能我就去唔到啦。咁如果拍十二月中嗰個咧，就會出席到嘅咁咯。咁但係佢哋而家大家都係修改緊啲劇本，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我有時間嘅，我應該會去嘅，因為我覺得應該有體育精神啊嘛，係咪啊？咁都入咗圍都係開心噶嘛。